好，那我们就开始，好，正式开始今天的课程。这样看，我们这个是微积分二的课程，这样子可以好。那我们会有几张投影片，我们很快的看过哈。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学这个微积分哈？这列三点哈，第一个是考试需要哈，考研究所哈，或者说转学考，或者说考公职。有时候会有哈，可能现在这样的这个机会哈，尤其是研究所，应该是很少哈。现在研究所几乎是就比较少考哈。那再来的话，其实第二点跟第三点比较重要哈，就是很多哈，比如说我们这边要做那个人工智慧，做 big data，做影像处理、讯号处理哈，很多这一些。应用工程的应用啊，那在资讯的应用里面也会用到哈，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哈。那这一边哈，那再来的话，它就是说，通过这也不止微积分哈，第三点的话，就是它可以就是把那个哈现实的这个世界简化成这个数学模型哈啊，可能就是以微积分为基础哈，那甚至有这个微分方程。哦，假如未来的话，可能假如同学真的有 这个哈、哦、兴趣的话哈、哦，很多这个不管是物理、工程、哈、哦、经济的现象，都可以由这个微分方程式哈、哦、来模拟、分析、预测哈、哦。这个是为什么哈、哦？我们大家要这么辛苦去学微积分哈、哦，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好，那人才需求这个我们就不。详细再介绍，不过这边有一个网址啊，真的好，蛮建议同学进去去看哈，尤其现在到二年级哈，我们希望说哈，这个同学的话，好，尽量能够坚持下去哈，虽然那个一自习的课哈很艰辛哈，艰辛哈，就是哈挑战蛮大的这样子可以哈，可能它的相对的回报哦也很大。回报也很大哈，我们看在这一边，看这一个网页哈，这边有列，在这一边哈，可能是列一些哈，可能这个是一个坐标哈，可能就是由左哈，就是这个 X 轴哈，这个横轴的话是工作机会哈，这个数量应该是千人吧，哦，类似这样啊，就是那纵轴是什么哈？纵轴就是这个薪水。薪水这样看，哎，有同学反映，看好，这种时候是薪水这样看 ，OK 好，好，那在这一边的话，那就是有四个象限嘛，啊，可能就是哈，就是越往右边工作，这个工作机会越多，哈，那越往上的话，就薪水越高，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工作哈，当然这个分析下去就是第一个象限最好哈，啊，在第一象限里面呢，有。稍微列一下，比如说这个转工，好，就是其实我们一直所学的这个哈，它的工作机会哈也算蛮多的哈。那薪水哈，尤其薪水哈，假如可以的话，可以到这样哈。假如同学能够哈，等于说学得很扎实的话哈，可能在这一边哈，这个薪水哈，那这个薪水在台湾算还蛮高哈。那在大陆不算高，在大陆，因为我不知道全中现在听得见听不见哈，就是在大陆，我的理解在哈这个北京、上海、广深圳这一些地方哈，它的薪水还会更高，可前提是哈同学这个实力哈，就是学得够不够扎实哈，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状况，这样的就是同学能够哈等于说。能够哈，等于说坚持的下去，比如说把这个资讯相关课学好，把微积分哈相关的数学学好，再把医学的内容学好，而且其实就很有竞争力哈，类似这样一个状况。那也有一些哈，可能真的是比较不建议哈。比如我们在这一边有一个哈，这个财务金融哈或相关的这一些哈，这个类似这样的哈，财会哈这一边的东西哈，那其实有一些同学哈，我们可能他也算要怎么讲哈，就是说在这边看这个领域里面哈，有一些同学可能是以老师来看看的比较哈，
看得比较没有那么远，看没有看到毕业后的发展，而只看到哇，现在一支的这个课上起来很辛苦，因为要学的很多，所以上起来很辛苦。啊，他会想说，好，我的同学去学别的东西啊，好，比如说学，好，比如说学一些，好，比如说语言方面的，英文方面的，或财务，等于说经济这个，等于说，比如说去那练财经系或相关的东西，这样子可以，好，可是。这个哦，这个是一个可以讲说在外界的社会蛮现实的一个状况。假如你只有财会的话，他的起薪其实是不高，那再来的话，他的工作机会也不是说很多，类似这样一个状况。这个可能是需要那、这个同学要等于说也是鼓励大家坚持下去，然后能够体会的，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好，那所以这个连结同学可以值得点进去，尤其在这一边 ,OK, 这个还可以点进去看一下那个，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啊，软工有哪一些工作机会，类似这样，可能在这一边还可以，这有5000，可能有10000个，可能有这么多个工作机会，点进去的话可以进一步看有哪一些东西。那也有一些是在花莲的啊，甚至有一些是兼职的，很可以兼职的，那兼职的说明同学就可以现在就可以开始挑战，假如你还有时间有力气的话就可以挑战这个。好好，那这个这一页这样大概是这样。那高补考我们就不讲，我们只是老师真的是不建议你们去考高补考，因为那个高补考它的录取率当然很低。那以前的话，他当 考上高补考的话，公职人员的话其实是就是以前的认知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那薪水也不错。可是这个东西慢慢的就趋势会改变。第一个是他很难考，再来的话考上去其实他的发展前景其实没有资讯领域那么好，类似这样。那未来的这个薪资退休福利也没有那么好。啊，另外的话最重要最重要，这个是一个要怎么讲，他的就是他做的工作，比如说我们高补考也有资讯相关的领域的这个进去，这个人员的增这个需求。可一般来讲，假如我们是以资讯背景的这个人去考高补考，假如比如说很幸运考上高考之后，到了这个公务机关之后的话，他其实不是啊做技术方面的工作，不是写程式，那也不是做一些这个系统架构的规划或相关，但主要是做写公文或采购或相关的这一些文书相关的工作。那这方面的话老师看起来就很可惜，假如等于说很长的时间你的职涯做这样的工作的话其实就很可惜，类似这样的一个说明，这样子给。好，啊，这个是呼应刚才那一个，就是说假如我们学了数学之后可以做什么，这样可以 OK。 好好啊，就是说那就是这里有四个图，第一个是现实的真实的设不是现实真实的世界 real world。 那再来的话我们可以用把它简化成模型，模型就是数学模型，就刚才讲的那个微分方程，微分方程方程式或微分方程。那再来的话就是可以去做这个模拟预测分析，那预测的分析之后的话出来的话就有一些结果，那结果的话再跟真实的世界去做这个验证比较。那假如真的是很符合的话，那这个 model 就很好，他可能在这一边的话可能就 很多可以用。比如说假如我这个模型的话是预测经济或预测股票，哇，那我算的这个预测这个财务成长 OK。 连线，我看一下目前的话，可能假如
OK，好，这边可能那个尾鱼不错哈，有回应这样子可以。然后那个等于说那个，我不好是在宿舍里边没有办法连线吗？还是怎样？可能可以试看看，再试看看。假如真的不行的话也没关系哈，可能就是看可不可以跟别的同学共用这样可以。宿舍一楼，OK，好，那可能再试看看这样子，看尾鱼这边，那个尾鱼也是在那个宿舍嘛，哈，那可能就是可能有一些同学，我不好是不是连得上连不上这样，可能再试看看这样嘿，最大是。这个25个人这样子可以好，对，这个也是这边老师可能是有一点这个故意好，不过我目前只有21个人这样子可以好，所以还有那个4个人的 quota 哈，那可能有一个可能是那个速网啊，假如同时上线会有一些问题哈，那比较建议的话，等于说那个等于说对多人共用，像戴月他们这样子，可能多人共用，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而且他真的没有办法也没关系，这样子我们目前是有录影，好，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OK，好。OK 啊，我们再回来这一个哈，就是说，假如是有一些模型预测得很准，比如说这个是经济好，或者像财务方面的话哈，那它其实这个东西就很强啊。比如说，我可以预测到哈。不要讲说明天的股市哈，就要预测到下半年或几个月之后的这个哈，等于说，比如说某一个产品或某一个产业哈，或某一个商品的这个发展，哇，那这样就很好，你可能就可以做相关的一些投资哈，或政府可以做一些哈，等于说如何哈，等于说调控哈，类似这样哈，这个就一个很强的一个状况这样子看，类似这样，那当然也有那个预测不准哈，预测不准的时候怎么办哈？就要回来哈，这个就是一个科学进行的模式哈，就会来看说到底是哪一方面问题哈，是我们的模型有问题，还是说我们这一些推算的地方有问题哈？类似这样哈，那这个就是一个科学研究的一个这个过程这样子可以 OK 好。OK，好，OK，好，那我们就再下一页哈。可能在这边这个视讯，有时候真的多人可能不要哈。OK，好，那接着这个是我们可能就是 好，这个是学习的目标哈，就是说我们可能当然就是要教同学了解微积分。好，那这个就是。做回以后的课程，好，那用这个微积分来解决问题，好，大概是这样。好，那这个是重点，好，这边可能重点这样看。哦，那个哈，在这个是成绩的计算，哈，可能就是说，应该是没有意外，有期中考、期末考，哈。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哈，我每周，哈，每周会有一次的这个。课堂练习或就是小考，哈，类似这样哈。啊，每次的话，哈，可能是会考4题，哈，那应该是那个12次，哈，12次，就是说我们会是等于说，哈，当然今天可能没有考试，哈，今天没有考试，可就是说以前的话，以前的学习是从第二周到第7周，哈，总共有6周，哈，那再来的话是第10周到第16周，不，抱歉，第11周到第16周，总共有6次，哈，那除非过程当中碰到假日，哈，碰到假日我们就不考试，哈，可是就在初期我看起来的话，好，可能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可能。21号可能就是下次我们哈，等于说在课堂上课就要考试哈，所以等一下同学可能要认真听哈，而且没有办法上线的话，我们留录音哈，就要开录音哈，因为我们9月21号可能就要进行第一次的这个
小考这样子可以哈。那再来的话就是说九二八哈，教师节哈。那我的了解是教师节没有老师哈，没有放假，同学应该还没放假这样，所以还是会有考试哈，类似这样的一个说明这样子可以哈。OK， 好，所以到这一页哈，评量哈，那这个好，那假如是现就是，可能就是说我们等一下，另外就是下面两个，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除了老师上课，除了老师讲哈，老师讲可能讲久了也没意思哈，像现在的话，可能我们就是在现在这个。视讯目前都老师在讲可能就是可能就比较没有意思这样子。那可能我们就可以教一些同学来进行这样子。每次的话，只要答对的话，就这个加两分，总成绩加两分。那最后一个是我们的一个要求，一个要求就是说，我们希望就是尤其同学未来的话，都会，就是其实在这个社会上的话，等于说这一些跟人家的互动应对进对这个都很重要。那在这个过程的话，可能就是说假如没有来或相关的话旷课或迟到，这个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就老师这边的话能做的只是说给一些可能就是要可以讲是说一个这样要扣分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 OK， 好，OK， 好，那目前的话是线上很好，已经满了这样子，有25个人这样子，可以好，有25个人，可能再来的同学可能就没有办法上线，可能有几个可能会因此连不上，不过假如在宿舍的话就尽量调整一下，可能就几个人一起上，这样会比较减少频宽。那再来的话我们看起来好，对好，到目前为止这个成绩计算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样子。我们看一下那个陈凯轩，现在我除了听到老师的声音还有听到我不知道是陈凯轩的声音这样子。陈凯轩有要发言吗？ OK， OK， 好，假对，可能这黄瑞成那一边的话，假如他现在上不去的话，只能说到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宿舍，宿舍可能都要隔壁寝室或相关的话，等于说参与这样子可以哈。那凯轩有要发言吗？不然我要调静音，然后看在这边。OK， 好，好，那这样就可以哈。没有的话，我们就到下一页。OK， 好，那所以我对这个课堂练习再进一步的说明，课堂练习的话会上只要考我们上课讲的，这可能这一今天讲比如说下一次考试的话9月21可能就是考这个课堂讲的或今天讲的内容这样子给，那可能是那进行方式，因为我们好像就今天的话连续会上三节，连续上三节也是很累，所以我们原则上是第三节就进行这个考试。那考试的这个测验，那测验的时间是从就是第三节开始，应该是11:10，那可能开始做这个测验。那的话因为会有试题的这个题目，那一般来讲老师的经验是说有的写快的，有的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超快的，可能有人这么10分钟就写完了，那有好平均的话可能就是20-30分钟就写完了这样，那写完就可以交卷，那交卷就可以下课。而且像这个我们这学期课排在这个周三早上，这也很好，交卷下课之后的话就离席，不要在那个课堂上，那你就可以去吃饭，类似这样就下课了这样吧。那可是假如有一些同学很仔细，这也很好，你可以写一直写，可能写到那个就是因为老师是周三下午也没课，那就你要写多久就写多久这样子。我们看一下之前也有同学挑战写超过
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这样也很好，这样子，因为假写两个小时是到一点，也可以，你可以重复检查，那你可以去查，下面可以去查书籍，查你记的讲义，查这个，只是说你不可以，不可以交谈，不可以电话，不可以上网，可以这样挑战性，这个其实是做任何学问都是这样，除了这个，那个听讲之外的话，再来就是练习，或自己去，等于说有一点类似我们的上机，其实学数学一样，我们就是要有一些练习，类似这样。那尽量的话，这样的设计的话，就是说尽量说，因为我们的一次系的课很重，所以说尽量，老师这边的建议是说尽量在课堂上专心听，这个练习的话认真做，检讨，那回去有时间就复习一下，不然的话就是你很认真听的话，那可能这样的话可能就是小考就没有问题，那甚至期中期末也没有问题，那这样这个课过关应该是没有问题，而且这个加起来假如这些课都进行的话就有120分，所以应该也没有问题。那今天假如是实体上课的话，比如说点到浅球盒的话，还要扣10分，现在看起来也没有扣分，所以每个人都看起来都有120分的 quota， 所以这样应该是很不错，这样子类似这样。